生活，看喜剧越看越难过，总有些情绪害怕被挑拨，在心里某个角落慢慢沉默。我向来分不清对错，孤单就找几本小说。这件婚纱是齐磊走的时候交给我的，是他亲手设计缝制的，是留给你的。他说他这一辈子只做这一件婚纱，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能给你幸福的人，再让我把这件婚纱交给你，但不能说是他做的，说是我的作品。他还说他欠你的永远还不了，这件婚纱是他留给你最后的礼物。齐磊，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吗？难道我的世界里就不能有你吗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没有你，就没有整个世界。到底要我怎么做，命运才能把你归还给我，才能把世界归还给我呢？这么多年我总是在找你，上次找了五年，找到你的时候你却变成了陆准，这次呢，你还要让我找你五年吗？我不怕，哪怕找你五十年我都不怕，可是你至少要留给我希望，让我知道终有一天你能找到你自己的世界，然后回到我的身边。我怎么可能会为别人穿上婚纱呢？齐磊，你在哪？最新的脑部 CT 显示，你脑内的瘤已经变大，建议你尽快手术，再拖下去恐怕有生命危险。齐磊，我知道你看得见我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躲起来。我已经穿上了你为我准备的婚纱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我知道你看得见我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躲起来。我已经穿上你为我准备的婚纱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的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对吗？我真的好想你。我真的好想你。